最终收集到字块最多的一组搭档，就有资格补全这个卷轴，从而幻化成人。明白了。而我们今天收集字块的方式很特别，你们需要前往的每个地方都有一位被诗篇选中的有缘人。有缘人，需要你们当中的有缘人意图把这些字块全部取走。 而其他人则需要齐心协力找出这位有缘人是谁。哦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寻找这个环节的有缘人，他是一位男生，请女生到凉亭里休息。走走走，加油，宝马，快吃吧。我感觉天宇哥有点面有点大，对呀，都挂相了。好，下一位。去吧，你去吧，你都有缘人了，快去吧。 快去吧，有缘人！你这该死的有缘人，让我心在痛，泪在流。